不行。海峡之声广播电台，与您之友。各位朋友，民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渔民之友节目，我是朱峰。首先来了解海丰渔群，多措并举应对前朝危机。南地以来，我国珠江口、长江口、钱塘江口等地深受前朝之苦，近年来更有加剧之势。每年到了枯水期，三大河口水位下降，全是导致海水下降。如果同时叠加了季节高海平面、天然大潮，将会加重前朝危机，给当地居民带来严重影响。日前，为贯彻落实2018年全国海洋预报减灾工作方案，下好海平面上升对河口三角洲地区前朝危机影响评估工作。国家海洋信息中心预报减灾部相关技术人员赴珠江水利委员会，下属的珠江水源水资源勘测中心、万顷沙沟水源站、城门沟水源站以及珠江水资源保护科学研究所，开展实地调研与技术交流，并围绕珠江口的前朝入侵机制进行研究、监测、预警以及应对等方面的合作进行深入探讨。为进一步开展海平面上升情形下河口三角洲地区前朝入侵影响评估与应对研究提供了有力保障。进入十月份，各大水系逐步进入枯水期，而枯水期正是三大河口前朝入侵的突发期，如何抵御前朝，就将